我上次肺部中弹，还没好利索，一到晚上啊就咳嗽不止。这个医生建议我呀去美国做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疗。这么严重的伤，那边医生有把握吗？嗯，主治大夫他已经给我找好了，放心吧。那您这次去多长时间啊？嗯，怎么着也得半年左右吧。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吧？你看。 那边的安保还不及国内，何况我跟你一块去还能有……你大姐啊，在美国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老五、老六也嚷嚷着要去那边去看他们的大姐，我一并带上，也让他们长长见识。爹，这事要不……你必须要留在北新，啊，东大营还有家里都缺不了你。 我仔细想过了，我现在任命你为，啊，影军的副总司令。我走以后，一切军务由你来替我料理。我说子胜啊，别绕圈子了，怎么想的照直了说。好，我想留在您和柔可姐身边，以后为金家效力。想法倒是对的。 爹，我也有一个想法。说，不如您收子正当义子吧。嗯，是三少的兵。 司令，少爷，爹，司令中枪了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听这边炮轰猛烈，就过来支援。啊，你来的倒是时候。爹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呀？ 你看你这梦里都是生生死死的，也不知道梦了些什么。小姐，你喝口水压压惊吧。金家，老奶奶，出事儿了！出事儿了！娘娘，出事儿了！小荣子，大半夜的，你想要吓死谁呀你？少爷，少爷，这样一的父亲。 爆炸了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